咋了？想吃我的狐獴？一直盯着狐獴，饿了，是不是饿了？看一下这家伙有多猛！喂，吃吧吃吧，真猛啊！这个东西，你吃吃吃，自己吃。他是真的想把狐獴给吃掉。他抓狐獴应该是没问题，一抓子就搞死了。吃吧吃吧，哎呦！现在是为了小鸡仔，玉米鸡，喂老鼠成本太高了，太能吃了。玉米鸡很便宜，所以一般别人救助某天的基本都是玉林鸡、玉林鸭，老鼠成本太高。吃吧吃吧吃吧，很凶这家伙。快点快点快点，五十，猛得很。吞吧吞吧，吞吞吞吞，抓得很有力，给你，要不要给你裁剪一下？昨天是吞了一整只小鸡仔，你爪子松开，你才吞得下去的。对对对，好，吞，好，吞吧，吞，对，狐獴，狐獴不怕死，没见过，这一爪子，狐獴绝对会受伤。饿着急眼了，一直在这盯着狐獴。这个打个小鸡仔，噎到了。猫头鹰的吞咽能力是很强的，嗯哼，吞不下里面。会不会死？很凶啊！昨天吞的是一整只，啊！我把这两个给他。剪一下，剪开，剪开给它喂一下。哟呵，你那个吃完了，再来一个。哎呦，好猛啊你！这么大，它已经会抓，感觉活老鼠也没问题了。给它个活老鼠，它应该能抓起来。抓的灵活，自己会吃是吧？会吃我就不管你了哈，我昨天是他自己吃了一个，然后我给他分解了，今天我就不给他分解了，让他自己吃。别那么凶。